听众朋友们，我们人都有根性，我们有时候呢不明白道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根性。什么叫根性啊？就是你的劣根性和你的善根性。我们人的善根性我们暂且不谈，人的劣根性是非常的重的。比方说你过去偷过东西的话，当你看见这个环境有偷东西的可能，你这个根性就会让你再想到要去偷。你过去曾经犯过的罪，犯过的错，很容易因为在你的劣根性上再一次表现出来。这就是台长为什么指导大家修行念经学佛，不要去碰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曾经为了这些名啊利啊让你自己啊失足的事情。有的男人有的女人好色，你就不应该再去接触这方面的事情。有的人为钱所困，他就不应该去经常接触钱。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工作在银行里，到了最后受不到金钱的引诱，他们犯罪了，他们被抓起来了，他们偷钱了。这一切实际上就是由你的根性所致。因为一个人的劣根性是前世累世所带来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不能啊，要不能去碰那些曾经使你丧失天良、丧失人性、丧失你的根性的东西。学佛就是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就是要克制自己，克制自己就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脑子和心灵都是纯净而空洞的一个意识形态。你没有想象，你就不会有行动，你想到了你就有行动，而当你根本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实际上这个行为也就不存在了。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我们学佛一举一动都要留心啊，因为我们学佛念经，我们一定要很诚心啊啊，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一定要懂得用心。实际上心就是妙法，用心来拜佛求佛，实际上就是妙法。念佛用功最好的最妙的方法就是都摄六根呐、啊！啊，六根是什么呢？眼耳鼻舌身意啊，就是说你要把眼睛啊、鼻子啊、耳朵啊，这个六根啊都要把它封起来，把意念不去想它。你这样的话呢，你脑子里才会有净念，这个念呢是干净的念头。因为你脑子里空了，你好的东西才会进去，因为你脑子里没有肮脏的东西了，你才会有干净的东西进去。所以我们要都摄六根，就是管住自己的六根。我们要心无妄念呢、啊，心不要让它有妄念。
所以当一个人念经的时候还想着我想做什么，我想做什么，我想发财，我想多有钱，实际上这些妄念一来啊，这些妄念一来，那你的正念就没了。当你这些妄念去除掉之后，你的脑子里方为净念呢。所以我们要学佛，要懂得六根要清净啊，我们要克制自己的妄想纷飞啊，我们要懂得都摄六根呢，实际上就是克制自己的六根，让它清净，让它干净啊。所以念经怎么样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呢？和念到与佛三昧呢？这个就是要学佛最主要的问题。从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要首先做到都摄六根，就是让自己的六根要清净，不要去烦恼，耳朵鼻子眼睛都好好的管住，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想的不要去想，去除妄念，都摄六根，你才能奔上西方极乐世界或四圣道。那么另外呢，今天是7月15，希望大家呢好好的修心念经啊。凡是大的节气，会天地鬼神会出来很多，所以呢大家口下留德，不要讲人家不好。另外呢要管住自己的言行啊，逢初一、15最好呢很多的啊夫妻之事要禁止，这样对你会非常有好处的。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节目做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